镜面的左下角站着花小楼和迷你队长，在右上角站着沈奕璇和兔美美，沈奕璇的身后是熊孩子和米斯拉，并且在上方我们看到了米兰达和帝皇侠。很多小伙伴说这张主界面只有八个人，错，其实在主界面中有十个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主界面已经更新，如果你喜欢玩迷你世界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主界面共藏了十个人，并且我们发现左下角的是迷你队长和花小楼，在右上角我们看到了沈奕璇和兔美美，而兔美美的身后站的是米斯拉和熊孩子，上方我们都很熟悉是新皮肤米兰达和帝皇侠，而第九个人就是骑在鹤上的这个神秘人，并且我们发现他好像没有名字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866，你将会知道官方为什么要隐藏他的姓名。那么第十个人是谁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迷你队长和花小楼他们做的都是请的动作，并且我们发现兔美美也是邀请的动作，而在游戏中的兔美美很显然她并不是邀请的动作。所以说经过我和学姐的推测，我们推测第十个人就是我们自己，因为他们都在邀请我们参加这场狂欢，你们知道了吗？